家好，我是佳妮姥姥。昨天晚上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9点半多了。回来之后呢，我也赶紧来小院里边看了一趟，感觉就是杂草众生。你看看，这花还长得不错，草也长得挺好。这花都开花了，但是草也出事儿了，都到我这么高了。你看看，这就是菜地，这就是现在草比菜都高，草快给我一边高了。像这玩意的话，都这么高，一人多高。一会儿马上开始收拾这些西红柿。豆角全部干了，一会儿整个整理吧。这地下铺的全部是虱子，看看，哎呀，狗都没地方跑了。看看这是草吧，这还有点，这是绿豆角，这绿豆角看看，一会儿摘下来烩豆角吧。你看看这。整个就是成了这么样的，这柿子还挺旺盛的。一会儿整个整理吧。狗狗，你看看这院里边，西兰花个头长得挺高，但是花呢并不多。女儿说，实际上它原来长得是非常好，最后全部让虫子吃了，杂草杂地了。这是沿着这个围栏种的豆角和柿子，这是西兰花，原来这边种的是羊角蜜。你看看这野草都一人高了，你说这没人打理就是这模样。看看我再去前院，我看看前院是什么情况。看看前院子是那两棵葡萄树，原来我走的时候结的是有葡萄的，估计是自然脱落了。看着葡萄，哎呦我老天，长疯了！这都是车库下面种的豆角，这豆角都干了。这是什么东西了？估计这是酸奶。哎呀，我老天呀！这是韭菜花，这是葱，兔子，刚才跑出来一只兔子。来了酸奶啊啥的？啥嘛是吧？我知道，反正骂死。狗狗，布丁，出发没？是。我要吃狗。注意别掉下来啊！要抱抱。自己能下来吗？还要抱抱呢？姥姥手脏了，姥姥都干活了，手太脏了。我呢，老两口终于干完了，干到了心里的目标位了，整整干了4个小时。哎呀！看看这些野草高草全部拔了，把它学完之后拿铁锹挠呀，是吧，把这些西红柿全部铺在墙上，这块也拔圆了，留下几颗柿给他们留了一个简单的架，那边还没收拾呢，把这边是整个全都整理出来了。这是摘下来的豆角，这是干豆角，彻底的干了，呵呵。哎呀，看看
看看这尖角，看这尖角有多少，看这尖角有多少。哎呀，大气儿大的，把这个梯子都压在地上了。啊，把这梯子都压地下。这个梯子就暂时不要摘，脚摘了咱们也吃不了，再让它保存两天。妈妈，你说这青花还有一个大梯子，这也叫梯子吗？这个茄子再保存两天得摘了，上面还有两个小的，还有两个小的不摘大的，对。